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《武林外传》主演何兆沙溢饰演的白展堂，近日《武林外传》主演闫妮、姚晨、倪虹洁、郁恩泰、姜超在节目中重聚，他们身着熟悉的戏服，再现剧中经典场景，回忆满满。主演沙溢未能到场，网友大呼可惜。2月1日晚，沙溢在微博晒出一段视频回应，表示因为工作的原因没能参加《武林外传》的聚会，很想念大家。视频中是《武林外传》的一些剧照，有几位主演将头叠放在一起的经典照片，还有沙溢饰演的白展堂的单人照。年轻的沙溢穿着剧中的古装扮相，五官立体，棱角分明，十分帅气。视频中还写着今日的美好，《武林外传》播出15周年，粉丝在评论里留言感叹，我们也很想念童年男神白展堂，也太帅了吧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